我家的这个燃气灶真的特别想吐槽一下，我喜欢的各种小锅锅要么放不了放不稳，做饭还挺危险的。最近发现的这个可好了，它的上面有卡槽，可以固定在燃气灶架上，这样子我的金鱼小奶锅、皮卡丘小砂锅还有这种水壶都可以放得很稳了。